太帅了，可惜没有亲眼看到，要不我们也把它传到网上吧，这样可以吗？怎么不行？我举双手赞成。对了，应该给加个配乐。配乐？什么配乐？就是那种雄浑壮阔。你虽然已经离开江湖多日，可是至今江湖仍然有你的传说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头儿，你的老相识出招了，你打算怎么接招啊？自从流沙事件出来以后，我一直想找吴飞出来聊聊，可他一直躲着不想见我。可这次呢，磐石安保又联合地产商想搞垮 AK 搏击俱乐部。当初我们选拔训练营成员，关校是出了很大力的。我们烈火神盾入驻南青，关校是功臣。头儿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？没错，都听好了。这次我们的任务没有委托，是责任。